我就推进来。可是推到我们佛门，推到老实师父门下都是有缘的。你没有缘的，没有根气的，你是一个不好的学生，你进不来的。不是一家人不如一家门的。你们今天在院这些个在校各位道亲哈，几乎呢好多都是品学兼优，几乎好多。你操行很不好，学分很低，你就不容易接近我们那些个银宝师。物以类聚，什么人教什么人。我在想是这样子，我也没有办法调查你们的学分，调查你们的这个操行，也没不必要，我也不需要调查，我都可以知道你们都很好。你说你们在校生是不是都是好学生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。应该算是都好了嘛？应该是啊，因为我们道是难调贤良啊，度善不度懦，度贫不度贱，都是很好的人格，都是好学生。随随便便跳舞了，乱交男女朋友，乱来的那种人好像不可能进来。你们银宝知道了，哎呀，这个差，慢慢改，慢慢改，搞得一冲动再进来好了，好像都我们交代的很严格。如果你真是坏学生，不是好的话，那不是我的事儿啊，我交代很清楚，那是你银宝的事，那是你银宝说的事儿。度人是贪功乱度，乱度，那不是我的事儿。银宝是曾经立愿过担保你，这不是小事儿啊。那么现在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学界大开阔度了，由南到北太多，不光是台北呀、啊，台北人家台中也是扁，也是一样，人家高雄、人家台南这个成大也好多，台北什么高雄医学院也是有，现在都很多呀。我走到天坛上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学界蒸蒸日上，不得了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那么将来他们这些个学生修道办道，将来立志向要替天行道。做讲师的话，哇，对于国家社会这个力量有大了。天下逆冤之以道啊，天下之人都逆在水深火热，世风不古，道德沦亡，很差很差。所以旧的办法只有道来挽救。我们如果将来三年五年以后，这么多的大学生都是讲师，那不得了呢，这个力量就大了。在国家是国家这个栋梁，在社会的中间，在道场的一个啊，是在前边带动的一个阶层，那很大力量啊。农，所以道法平等啊，道本平权，不分富贵贫贱，不分乾坤老寿。农业社会，我们这个你想看老农夫、老欧巴桑、欧弟桑啊这一类的人，你上哪看去？到云林县、彰化县。哦，你要是开欧巴桑班、欧弟桑班那个台语班啊，那可热闹了，哇，都是拉起杂烩，勾拉杂烩，都是农。职业农通老农夫，他不要看不起他们呐、啊，他们是功德无量的，你们都根本原来都是他们渡来的呀，都是农业社会来传来的。你看日林县，广的家庭佛堂多少啊？1000多间，管那个先天庙，像这种庙的话，人家26间，谁比不了农业社会，发展到今天呢，继续成立佛堂，继续大开普渡，那人就是人的。昨天先天春佛堂正殿乐成还那些个人，昨天我又带他们谢恩，又是多少人？又是2500人，前天1000多人啊，今天还有2000多人，明天还有2000多人，都是云林县人，那个看不完的老道心西道心，这么轰展啊。那我到他们那儿开荒多久了啊？34年，我在你们学界开荒15年，在他们34年啊。士农工工业社会的更多了，这不得了了。现在工业社会里边人也有大学大专毕业的，也有高中毕业的，他们那种很单纯的、啊、修道办道那种牺牲奉献啊，在道场是一个主流一样啊，都是他们办，他们讲，他们开荒参道，都是他们。全台省这个工业社会太多了，商现在大老板不多，小老板、小生意做，那得普通生意、行意郎啊，小生意人，老板很多很多，所以这叫大开普渡。